妹妹你好。你好。在干嘛呀？在干活。啊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从那个下面啊，就是正好上来找点水喝，看到这里有人，有吗？没有。这有鱼子，要不要我来接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尝一个，对，我搞一个吃，尝一个。哦，还不酸。这个是奶奶吗？是的。奶奶你好。这么给你。妹妹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这是药。药？拿来干嘛呀？拿给他脚上病。你脚上受伤了吗？嗯，是的。哪里？这里啊。嗯。干嘛呢？不小心被狗咬了。那要不要去打一个疫苗啊？不需要。啊？不需要。就用这个就好啊。这个是什么药嘛？山药。山药。自己家种的。哦。这个好像哦，没出皮啊，没出血哈。嗯。那很好。可以的，你家在哪里啊？这里是吧？那走吧，我跟你一起走吧。唱着，这附近有饭店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哦，想找个地方吃个饭。要不带我们再吃？方便吗？方便。那谢谢你啊，感谢，谢谢。进来坐一下吧。啊，可以的。这是奶奶今天发现带妹妹过来看奶奶。哦，奶奶，要不我煮点猪肉给你吃吧？不用，妹妹不用，就是只有这两个了，留着给奶奶吃吧。有没有土豆？烤点土豆吃也行。有啊。嗯。这个感觉好像大点啊！哇，这么大，少搞几个就好了。你们平时经常在家里干活吗，妹妹？是。是的。爸爸妈妈在家吗？在。哦，出去了。那你们俩现在是，两姐妹一起生活吗？是的。那这也是自己种的？是的。哇，好勤快呀！还读书吗，妹妹你？读书。还读书？哦。你的妹妹还在读书吗？不读了。那就一天在家干活呗。是的。吃新鲜的土豆，第一次来这里。平时在家是不是你妹妹干活干得多一点？我看到比你好像要勤快一点，难怪你刚才说在家都是他照顾你、啊、是吗，妹妹对你照顾姐姐吗？是。你做饭给她吃啊？你这么厉害。刚才奶奶一个人搞了两倍多。找奶奶喂几个猪啊？是十几个。十几个、嗯、有小猪仔吧？有。我这个效率绝对很快，刚刚呢三下五除二就给他搞定了。感谢小姨，然后小杰，还有奶奶叔叔，然后给我们搞了新鲜的土豆，尝尝就有胃口，看到这摸起来就很扣张哦，这个跟那个老土豆完全不一样，好吃。哎，妹妹忘了问你，你们是邻居还是同学？是生死之交，同班同学吗？也是？不是，他是三班的，我是二班的。哦，是同一个年级的。嗯。都几年级啊？六年级。嗯。你两个成绩谁会好点？你好点。那你多辅导一下，到时候初中两个人再考同一个初中，那就更好了。然后高中再考同一个高中，大学再考同一个大学啊，那你想想这个关系就很好了。到了初三应该不读了。就不读了？嗯。为什么？该要去。你懂的，老公不是家人吧？家人，这是父母不说的话。啊，就走到初中就不走了。嗯，初三。跟你提醒就说过。嗯。你们家几个孩子啊？五个。他们是这样吗？嗯。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？我自己是想，还要读好书，然后自己往前走就可以了。那有跟爸爸妈妈谈过你的想法吗？没有。不敢谈，敢跟他们谈的话，他们会骂死我们的。还是要读书啊，先读书啊，妹妹。嗯，回头跟爸爸好好说一下。嗯，只是读好书的，将来才有好的工作，才能嫁一个更好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只有读好书的，你们才能走出这个大凉山，是不是？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不然的话，说实话，你要真嫁人的话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妹妹，给你们带点那个什么？给带点
油和那个可乐，然后这不是明天就是今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嘛，给你们两姐妹插一朵，妹妹抱歉，对了，来来来，拿着妹妹，谢谢啊，一点心意，祝你们节日快乐，谢谢啊，妹妹你节日快乐，下次给你补上，嗯，啊、给你补一个，我们一起拍个照纪念一下，可不可以啊？嗯，可以。啊，三二一，茄子。哎，小姨，哦，我们刚才照的照片给您照出来的，这几张都照出来了，你看一下，啊，好看，好看哈。啊，那我就准备走了，啊。哥就赶紧把那些，要不你带出去吧。不，没有，你们自己留着，妹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就走了啊。不用了，妹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你们留着啊。